然后我们还是跟男女朋友一样睡在同一间。嗯，然后呢，后来我想说，哎，那这样已经跟妈妈，因为妈妈其实很喜欢我，跟我关系超好，就是有点把我当媳妇这样子。然后我就问她说，哎，那我没有，就是我就很想知道说，那我们现在到底什么关系？她说朋友啊，睡在一起的朋友。然后整人游戏没结束，说好朋友是不是老娘我要出招了？我想说我去找爸爸。没有，我想要这个痛点要从哪里 K 下去比较痛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完怀孕了哎。哦，这一招我知道放大绝哇！我就一定要 K 啊，势均力敌，现在1-1，1-1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，过两天他又飞回 LA， 他人又不见了。你就是叫你怀孕，他飞走。这样，对我说我好像怀孕了，然后他就飞走了。然后飞走的时候，我这个人整个就是想说，好，这个男的就是从此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但是我一定要打赢这场战。